知道没有？咱今天来到了青坨，来青坨必须得吃牛碗口，就是牛欢喜，喝点早酒啊。饿了啊？闻这味儿啊？酒啊？啊？尝一口，入门一下。一起吃饭，十四点零。你等一下来。你等一下来。老板，老板。吃完这个能不能走向牛叉的人生路？吃完这玩意儿，是不是能走上牛叉的人生路？牛叉的，牛叉，牛叉。看什么牛吧？还有什么？哥们看到没有？这就是青坨，一锅里面其中有半锅都是牛碗口、牛欢喜。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根本吃不完，吃不完，根本就吃不完。老哥，你们在这吃了多少钱一碗的？这一碗多少钱？十的。二十的。嗯。挺多的呀。嗯。这边的物价就是实惠呀。嗯。你有两百多只羊，一百多头牛，是不是你家的那个母牛牛碗口都卖给他了？老板，这个是什么？牛欢喜，牛欢喜，也是不是也叫牛碗口？老板，那这个牛碗口是怎么卖的？牛碗口35一斤。35一斤，10块钱能卖吗？卖。10块钱也卖，一碗啊，一碗最低12，最低12是吧？那缺的这个是什么？牛三的，这个，这个，牛碗口，牛碗口，我那能两碗。咱这个牛碗口最低多少钱一份？那个6斤，35一斤，最少是12块钱一碗是吧？对，给我来一碗12的行不行？老板，这个就是牛欢喜是吧？对对对。是还有点吧？是是。这个、就牛欢喜是吧，老板？对对对。老板啊，多少钱的老板？10元。这就是牛碗口，传说当中的牛欢喜。吃完这玩意就能走上牛叉的人生路。再来点这个牛血，他在鱼烫来，在这里面烫去，是吧？嗯，用热汤去烫。要不这个面烫不烫？啊，给了，你先给我点，给了。牛血一烫就熟了是吧？牛血本身熟的，本身就熟的。所有东西都是熟的，只不过是鸭子。要一点点。明天，不是有点爽？你这买的啥？买的牛肉吗？好，谢谢啊。嗯，好。牛肚啊，牛肚啊，我以为明天能吃牛欢喜了。啊，这怎么卖的？10块钱一斤。给我来4个。四个，那么大吗？是的。4块钱的行吧？行。各位啊，咱今天来到了这个青坨，必须喝早酒，吃牛欢喜，也就是牛碗口啊。哎呀，第一杯啊。先敬敬这个天地。
粉丝先喝，粉丝先喝，剩下的我自己来点啊。还不错，现在尝尝那个牛丸口，这是10块钱一碗的，你们瞅瞅。第一批后几了？这是10块钱一碗的，你们瞅瞅，给了多少吧？10块钱一碗都不到。10块钱。山东以南那边青岛的物价太牛叉了，太接地气了。但是那个3块钱一个的大饼，你们瞅瞅，吃不完。根本就吃不完呀！嗯，在哪里便宜？日本的。哎呦！没喝就这样。来尝尝那个牛丸口啊！非常的抠弹啊，非常的抠弹，有嚼劲。再来点那个牛血，嗯，还不错哦。这边的客人还是非常多的啊，说说，那边也是，那边也是他家的，好多网红来这里打卡。就是这边全是排队等待的客人，这边全是网红在打卡。通一电话户，早就合完了。